一会儿装装我进去。这个是不是已经给打开过了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啊？已经不是一个方向。是吗？那证明一下，这不是我放浓的哈。我知道你要干嘛。哇，哇，这个感觉，它就是不一样。这是。这是这个样子的，不知道它。我需要给你们展开吗？大一个。这弄，提起来，抖抖。行，开拍了，你俩干嘛呢？他一直，你看大家伙就已经是干扰我。不干，提起来，先把它提起来抖一下。为什么这一块缺的？啊，我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视频。啊，sorry。哪个？